林夏薇七公主，即我一定要证明俾你哋睇，我系可以做到专业嘅演员嚟嘅。咁如果系真系剧情有需要嘅话，我觉得都会做嘅。要学做戏先做人，要坚定自己嘅初心去坚持落去。我系一个好乐观嘅人，同埋报喜不报忧嘅人。如果说我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我资质唔够好，我用咗17年，全心去投入创作呢个角色，但系就更加中意做演员，唔会谂咁多咯，又唔识惊，又我觉得我自己都几硬净，咁你好似好事业型、好女强人嘅感觉。就要话俾屋企人听，我系可以做到的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你。所以我一个人16岁就去咗北京，呢个系我嘅梦想，我一定要去追求自己嘅梦想。对于一个演员系都系一个鼓励同埋一个好大嘅突破。一个人就系会。想要到即系试镜嘅机会，咁当然总会有人中意你，总会有人唔中意你。咁我觉得系记住自己嘅初心啦。